今天画一个完整的啊，以这个长视频的方式，一共10分钟吧，大家耐心的看完。画这个人物速写呢，这个是一个坐姿啊，首先打它的动态线，看一下整个的头顶最高点以及这个脚的位置最低一点，就像我这样打出来就可以了。这个动态线也不是完全的标准，就是在你们画的过程中，它会起到一个依据啊，以这个为依据，然后开始去画。我画的非常慢啊，正常的一个绘画速度，看一下，然后他直接从这个头颅开始啊，头颅它本来就是一个黑颜色是吧？固有色是一个黑色，就把它压重了。根据这个体积以及这个头发的这个生长方向，压得重啊，它有了一号颜色，它才有了这个黑白的对比。这样的话，咱的画面才会更加强烈。画速写呢，不需要说是哎，我去考虑那么多东西，想那么多，你大胆一点啊，画的多了就 OK 了，一定要多去尝试啊，暗颜色可以拿纸笔淡一下，这个都是可以的，一定要去结合它的内在结构啊，它本来它其实就是一个头骨，然后附着在这个头骨之上的一些毛发是吧？把这个体积做强就可以了，不需要画特别多的细节。然后呢，开始从这个五官啊，就是大概的一个顺序吧，也没有必要的一个说是哎，必须怎么样，必须怎么样，大家顺手就行。看一下我的眼睛它是怎么处理的，这个人头是微微往下低的。啊，在低的过程中，他可能会看不到这个瞳孔，脸的轮廓啊，给他往实了画，把这个笔削尖了，不要反复去描它，一笔的地方一笔往下重就可以了，一笔往下画，该卡的地方往下卡，往重卡，包括这个五官，我都有这个详细的说是详细的讲解，大家可以去仔细的去看一下。到后期呢，会有这个逐步的小的调整，就是说。画这个速写呢，也是和这个不管你画什么都一样，都是边画边调整啊，没有说是一次性给它画的特别准，可以微微的上一些调子啊，根据这个结构把它的这个体积做强了，因为咱画的是这个线面速写是吧？包括这个头颈肩的关系，这样画下来你会发现我之前打的动态线呢，它已经不是特别准确了。啊，已经歪出一大截了，这个没有关系啊，不影响画面就可以了。接着往下画，不要出现那种特别严重的错误啊。正常考试呢，一般就是在控制在15分钟的一张人物速写，或者是30分钟的一个场景速写。所以说这个时间啊，大家一定要把握好。外轮廓啊，一定要。种下去，在这个种下去的前提之下呢，要有虚有实，该卡中的点，包括它整个的一个，我把这个整个的一个灰颜色灰面啊，给它用一个相对比较重的地方，相对比较重的颜色给它压下去，包括这个胳膊啊轮廓一笔往下走，干净利索啊，大胆一点，还有这个整个的。肩膀啊，往下走，右边、左边这个肩膀到这个胳膊的一个衔接的关系，看一下我是如何处理的啊。大家私下可以多去画一下这个伯里曼人体结构啊，还有就是这个衣纹可以加一下，但是这个加的前提是要保证画面的完整性，不要给它画的特别花、特别乱啊。左右两边啊，其实用线都一样。很多同学和我说，老师教用这个侧分去画，其实这个中分、侧分就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就可以了。包括它里边，你看一下，画这个衣纹的时候，一定要它有了遮挡的地方，就一定要有这个暗示的结构啊。这个衣纹从左到右，从右到左，它即便被这个胳膊挡住了，但是也是从这个同一个方向出来的。大家可以
注意一下啊，这个是一个重点。很多同学他画完之后啊，都衔接不上了，还在那儿接着画。这些根本性的问题，根本性的错误就不要犯啊。这些大问题一旦出错了，你整个速写就完蛋了。上一其实我主观的把它做了一个繁杂的处理，那么下裤子这一块啊，我就会做到一个比较简单概括啊，非常快速的一个表达。但是它整个的整体的这个重要的意旨，我还会给它明确的带出来，包括它的结构。复杂和简单，其实它最主要的东西都要有啊，你不能说简单就两根直线一条腿就完事儿了啊。简单它归简单，但是该有的重要的东西同样要有，是吧？里边的医者同样啊，有虚有实，不要给它画的特别死。包括这个侧面这个裤缝线，该加的地方加啊，加了它就算细节，加了就算细节啊。有的人他说，哎，我的画面中特别简单，为什么？也就是最本质的一些该有的东西你没有，你就缺少细节了。就是画最本质的东西，画它该有的东西就可以了啊。你不要说是哎，画速写我要整得多么写实，多么怎么怎么样，都是没有特别多的用处啊。后边这个腿可以给它更简单的处理一下啊，虚一点，注意它整体的这个空间关系，就认真去看我怎么去处理的就可以了。私下可以临摹一下啊，按照我这个思路来临摹一下，不要去考虑特别多啊，把这个结构搞明白了，错误的地方就要修改啊。画速写呢，这个头手脚相对要比较画的比较大一点啊，尤其是手，很多人他画的特别小啊，一定要往大了画。他也没有一个详细的一个说必然的一个顺序，就从上到下把这个动态线打准了，从上到下画就可以了啊。手往大的话，注意他的这个手，他有一个平立面，可以把他的这个关节的收置的地方和这个手背的地方用这个明暗的颜色给它区分开，但是关键的关节可以卡下，因为我做的是一个比较简单的处理吧。十分钟也没有画多详细，该错误的地方就改一下啊，轮廓给它画实了就可以了。关节的地方给它卡一下啊，就是那个手指的关节。然后一个鞋的处理，后边这个鞋可以虚一点啊，我这两双鞋呢画的都不是特别的细，就是把这个空间交代了一下。这个脚现在画的微微有一点大啊，大家画的时候可以给它再放小一点，因为这个视频拍的时候本来就有这个透视角度啊，离这个镜头越近的地方，这个显得脚就特别的大，不要画的太愣了。前后脚可以做一个主观的处理啊，把这个空间再加强一点。如果我接着往下画，我会把头手脚画得更精彩一些，然后衣服我会保留啊，就衣服不动，然后头手脚再往细致的画，就是根据这个正常考试目前的这个脚还远远不够啊，大家可以给它在这个基础之上啊再往细了画，因为时间还很足啊，还有很多时间，毕竟才还有5分钟是吧，再去调整反复修改就可以了。希望能对大家有帮助吧啊，如果有帮助我会经常以这个长视频的方式给大家讲解的，大家也多练，加油啊。